难道是一只吃播 vlog 吗？我们现在到海口了，然后要开启我们的9天的海南环岛自驾游。然后早上太早了，要赶那个早班机，所以没有时间化妆。I'm so tired。要去吃清补凉，因为太热了。这个清补凉叫文昌邓记连锁店来的，继续吧。Love it,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, like you do.刚刚去沉船那块看完落日，然后现在要去海口大学南门小吃街去吃点东西，吃点小吃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这就是小吃一条街，感觉海南大学的人有福了。刚刚点了一杯喝的，太渴了，点了一个葡萄什么什么，葡萄冰沙，葡萄波波。好像就吃烤生蚝。这里这个香港飘香鸡好像是网红店来的，刚跟老板娘聊了一下，我以为他是香港的，但是他说他不是，只是他在香港学的这个烤炸鸡柳这门手艺，然后就觉得香港的那边的炸鸡柳可能跟我们内地这边有什么不一样，然后尝尝他的手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我觉得没啥区别，就是炸鸡柳，台湾炸鸡柳。我记得炸鸡柳是台湾的，对。不过我还很喜欢炸鸡，我从小就超喜欢炸鸡。但是油炸，我是瘦子，你还喝？烫我们要的是小的，好烫，我的妈呀。不错不错，就有点烫。火锅大哥，味道如何？好吃，只要有点辣辣的就好。现场教吃生蚝。
蒜泥味，但是缺少了层次感。不过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。年龄挺吃的，好辣，好热，好烫，多好。很筋道，我觉得跟生蚝带味道差不多，可能更 greasy 一点，更油一点。吃这个吧，哪个好看一点？我们都是干饭人。啊！那我们养鱼，这里都能弄一只了。干饭人，你这饭干去哪里了 ？Nice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五谷鸡爪，香辣的，这个是酸辣的。然后葡萄炒冰。哎，我们吃的好饱，打卡了几个网红的吃的，炒冰、烤生蚝、烤带子，还有啥？我们还吃了啥？那个炸什么香港网红炸鸡柳，还有那个叫啥？啊，五谷鸡爪、五谷凤爪，酸辣的、香辣的。Just so so， 没有太 give me surprise， 给我太惊喜的感觉。不过我觉得 a lot of choice， 选择很多。海大的学生真的太幸福了。然后你们要是有朋友来海南玩的话，海口玩的话，可以小吃街打卡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酒店了，今天超累，早上凌晨4点起床。准备回酒店休息了，然后明天准备开出发去文昌。See you guys, bye.